说是说咱们手要走往哪个方向，他这个头首先他就从别的方向往另一个方向看，他才有这个扭动的感觉。就比如说我这样子过来，然后要往那边去的话，就是往那边去的话，我要先从这边过来，然后再转到那边过去，然后定住这样子。那为了演出的话，为了要唱，然后能够一个人唱一个人演出的话，他就设计的说线不要那么多，他就指一些就比较固定的一些动作这样子。希望所有的粉丝朋友刷到阿梅的梦偶的多多关注，然后呢多多订阅，有不足的地方呢多多指教，谢谢，水可以。